8月30号上午，石家庄溧阳深处交易市场到两颗马，一共55匹，里面漂亮马很多，看看你喜欢哪匹。好，马上来了。漂亮的哪一种图？二岁，蓝色漂亮，红色的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白蹄子，再一个白蹄子，漂亮，这里面公马特别多啊。这车马卸完了啊，这车一共是38匹啊，大部分都是公的，二岁和三岁比较多一点。溧阳市场上午10点多到了一车马，你瞧瞧那个黑轮拉的漂亮。中国大小都有，这马都不瘦，漂亮的也不少。好了，这一共是17匹啊，安全进圈。